8月17日，人气演员陈学冬现身机场，一身白衣白裤配白帽，相当清爽哦。他的 T 恤胸前位置还有一匹威风凛凛的狼，更让无理东哥清爽之余凸显英气，简直不能更帅。东哥的出场也相当有气场，戴着墨镜的他边走边打电话，一出现便被大批迷妹包围。看着这众星捧月的场面，霸气吧，这人气这号召力也是没谁了。打完电话之后，东哥收回手机，接着淡定往前走，还不时露出温暖笑容，与一旁的粉丝妹子交流，也是非常暖心，有木有？然而走着走着，屋里东哥却突然见缝插针，从粉丝群中穿越而过，跑向一边，还露出相当调皮可爱的表情。哎妈，东哥，你这是走错路了吗？被偶像的动作弄得愣神的迷妹们，随后也反应过来，也纷纷一拥而上，追随东哥的大脚印。偶像健身，脚可不能停。这不，东哥刚刚停了一下下，便立即被迷妹拦着路，长枪短炮的拍个不停。东哥也不愧是暖心宠粉偶像，好脾气，淡定大方，任迷妹拍照。